亚索，猴被选了，正好配合一首亚索。给我中风。平A吃药 ，A 接中风，也还挺会走位的呀。这不行啊！等个小盾，算了，回家吧。这没有血了，不行啊。这为啥底下这盾还有一个小条呢？我也没点那啥呀。刚好有个炮车给我们扛着，挺好。这波比要干什么？啊？你这猴干哈呢？来走位呀！呀，失败了居然！哎呀，算了，点盐吧。这波比挺能走位的，你知道吧？下回这么的，下回我们这风不放了。走位不错呀。你 E 呢？ E 距离不够了。哎呀！哎呀，吓我一跳！这确实是傻逼，这他妈往塔里头一……哎呀，我在干什么呀？我的天哪，我到底在干什么？大家就当什么也没看见啊。大家就当什么也没看见，什么也没瞅着啊。呀，不过这波比走位确实还可以啊，躲我好几个扣。赶紧机动性给我提升起来，拿个攻速海。混乱面前，万物相形见绌。有爆破吗？没有爆破就行。他不回家挺好，这波千万别让他回家啊！这波让他回家，我们就有点打不动了。回家了。
回家应该会出一个红宝石之类的东西。啊！这皇子没蓝，中风。白皮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波没打死啊？哎，这个扣怎么会没扣到呢？刚才那个扣是因为妖德尔人长得太小了吗？刚才那个扣没扣着，我操，真的是！那扣从他身体中间穿过去了，你们看没看着？哎呀，这一波没杀了，真的是。简直了。去中路收波兵。反甲日炎，这卡萨丁什么装备？妈呀！这不有点变成送人头的了吗？这样不行啊！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这有点太快乐了。我得让这猴过来帮我一波。这卡萨丁伤害有点高啊，有点吓人呢。快走吧猴，你打不过他，赶紧跑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阿莱把他杀了。完了，卡萨丁要无敌了。哎呀！中风。哎，好秀的亚索，这么秀的亚索才跟他打个五五开。哎呦我的天，马上断网，不能，今天我估计应该不能。拜拜。回家出我们的叉子，一千一。还有一分钟，不能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呢？最终的夜幕触手可及。嗨，吓你们一波。
妈自己上墙上去了，真是活了，有点烦，干不过，实在是干不过。这英雄打的波比，哎呦我操，我这头都炸了，真的，这英雄实在是打波比太费劲了，不行，得跟他耗啊。不好奇，俺们这辈子也打不过的。我去先打一手破甲，直接过去破他甲，开始跟他砍。我们征服者试试看，不行，实在是干不过，太肉了。这把估计可能要输啊。黄子上来了怎么办？哎，我好想杀他呀！我操，太脆了，这我的血量都不允许我在这秀。吸血鬼来了啊！给我打起来！黄子呢？我出来，打个红的。猴来了，看这个猴，如果把红给我，这把我们从现在开始不会再死一次啊！我感觉还不如不拿红呢，这拿了红，补兵反而补不着了，回家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回家。我决定再多一把多蓝剑，要不然血实在是有点少，不够秀的，这血秀不起来。叉的上路收兵。黑暗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留下的乌有。直接给我整了个反甲，你是这咋个屁？赶紧把上塔先推了啊！这波，哎呀，火蓝漂亮，火蓝，
我们继续猜啊，对面下路好几个呢，下路三个人，黄侄可能会过来一会儿。继续猜，黄侄能不能打得过我？不一定。他一抠给你一抠的，我要让他给杀了，真是奇耻大辱。算了，我们撤，来人了，吃个蛤蟆，吃个蟹。有点猛，能收能收能收，先杀寒冰。哎呀，寒冰没死，差一点点。怎么不追吸血鬼了呀？这帮人呐，别站墙旁边，这是。就先把寒冰杀了，吸吸，漂亮，吸血鬼，再吸，来个暴击，把小龙拿了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这猴现在没大，没办法配合我们。中风接大招 W 一开 Q 一下一哭回来收水龙，这大不上去啊，先把龙拿了，三条龙漂亮。 AQ 一过来平 A 接中风，我能上了，吸点血，还有惩戒呢，这人呢，啊，哎呀，真是操了，太鸡巴脆了，真的，这亚索怎么这么脆呢，这英雄好脆呀。我打小鸡儿回血呀，我让小鸡儿啊，我让小鸡儿这个越回去我们越厉害，我们吸的血就能越多。我在那拉扯小鸡儿回血呀，来点右装，赶紧来点右装，太脆了，这两下就没，这英雄脆的跟个籽儿一样。呀，怎么打大龙了呢？还赶紧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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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赢了，把他给锤飞了。干哈呢？这我这不大过去，我操！
你是想做一个男人，还是想做一个懦夫？哪怕只有几秒钟。这必须得搭过去，这不搭过去实在是不行，接受不了。虽然对面阵容还行，然后呢，这个大龙也打掉了，但我觉得我们家其实打起来吧还是可以的，打起来跟对面打还可以。这个 AOE 啊，对面扛不住，带两波线。这咋又干起来了？解大戳，谁的几百块？我减速，你干啥呢？虽然你挺幼的吧，小伙子，卡咋丁啊？没事，卡咋丁。那吸血鬼打他挺疼的，桀骜不驯。走回家。抱着和谐不放，就会被夺取自由。我决定先来个蓝盾。蓝盾还是白甲？先来个蓝盾，寒冰全部都是暴击伤害。来来来，小龙我们需要得要啊，这条小龙。好，这小龙我们的游戏结束，拿下。呀，寒冰死了。甩个大，先把波比杀了，漂亮啊！猴哥呀，你不能等我一会儿吗？很有可能卡萨丁就下来把龙抢了，你知道吗？套个点盐吧，这不套点盐死不了。真的非常有可能就是那卡萨丁就下来把龙给抢了，每回都是第四条小龙会出事儿，你知道吧？先等一下，寒冰指定得出来，我们在这等他啊。三二一，好。寒冰居然没出来，因为啥呢？打个红的，有没有红？没有红，打蓝的。不让我动啊，这也呀，简直是僵硬啊。不掉血，那不掉血是因为他旁边人儿多，你让我多砍他几下，你看他掉不掉血。来点魔抗，下一件装备死亡之舞。
没事，死死吧。这把我们家其实已经大局已定了。我大起来，风墙，这波比太鸡巴克我了，我的妈呀！不会吧，不会按一波了吧？啊，不会吧？我这个一不了，不让我一不出来。闪现的波比 W 不让用闪现吧？别收我兵啊！哎，过来把宝石杀了。就俺们俩可能有点费劲呢，兄弟。他们在阴影中躲避黑暗。我摁闪了，没出来，我不知道用让不让摁啊。如果我摁闪没出来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让摁，就波比的大，波比的 W 那个的话，快！大龙那边快，差一点儿。哎呦我这吸血鬼的虚虚，这个也挡不掉啊，我的天哪，亚索呀，你这大风墙到底能挡点什么东西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这波可以去下路推，这个世界需要燃烧。快点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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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古龙，这边远古龙得团了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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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不回家了，快点来快点来快点来，这远古龙要干起来了，等人等人等人，哎，这个一Q没中吗？这天，一Q二连。一Q，你们打，我去中路守塔。
我们家远古龙一拿就比较好打了，下一波团基本上是必赢的。好，回家。我们出死亡之舞，下一波中团，游戏结束。这吸血鬼太猛了，这吸血鬼，你这英雄，吸血鬼呀！我也想来把吸血鬼，来一把呀，来一把，我觉得来一把行，吸血鬼。风，看看哪里有人，来来来来来，赶紧中团，一会儿远古龙没了，拖没了，让这猴先冲啊！我们站后边点，中风，别冲就行了，就推塔，推塔就完事了呗，对不对？好，推塔，先把这皇子杀了啊！不急，我这有风墙，他们都是打不了伤害。没事，推塔吧。不好意思啊，猴啊，第二个大没接起来。你的击飞时间有点短呢、啊，这猴太短了。这当我想击飞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太短。今天没断网吧？那说明什么？那说明我们昨天重启路由器，重启对了。我本来想昨天晚上半夜六点起来断一会儿，断一手电的，把我们家那个电给断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断完以后呢，我再去睡觉的，但我没起来。